题，请出题。哇，好急哦，不要那么快嘛。请问下列何者小孩生的较多？哎呦！这样，这个没有，因为我听没有听清楚答题目。干龙，谁的小孩生的比较多？小孩生比较多。我跟你讲，小孩生比较多哈。康熙呢？那个当了八年的皇帝而已。是，对，康熙，对，很有名，但是当了八年，生了35个孩子，等于是他上班时间都在生小孩。他是老鼠，你说真的假的？女儿20个，哈。儿子35个，加起来55个。这是历史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皇帝就是皇帝，走路都让，你不觉得皇帝走路都让？55个，皇帝走路哪？真有，我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像话吗？真的、啊。哦，3000啊！乾隆在位25年，是生了17个儿子。哇，一半哇，都好累哦。10个女儿刚好就是一半，啊、嗯哦，拍个拍什么手？看到人家那么会生产啊，没事，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来来来，高蕾雅小姐，哎，哇，我反应很慢呢。哦，这个记得那个原则，这么帅 ，pose 摆一下试试看，哎，哦，请出题 ，Go。请问下列何者在同速度下跑得较快？哎，还有后面那位管用的同速度，同速度，对呀，同速度嘛。对对对，我考你一下哈，比如时速60公里的汽车，嗯，从 A 地到 B 地，距离有60公里，请问多久能到？时速60公里，距离剩下60公里，1小时。哎，很多人都不会换算啊。嗯，对，请出题。来，请问下列何者导电较快？导电。啊不！啊不！啊不！不是水都一样吗？你以为水 always 是水？但是含水。跟盐水那不一样，盐一定带电比较，盐水一定比较能带电啊，因为它里面有钠离子啊 ，NaCl 氯化钠，对吧？钠是带正电，氯是带负电的，它能够结合在一起，它正负电流能够带，所以就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氯化钠。哦，算了，干嘛跟你讲？不去。还有山羊湖，一问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哪一个发生的年代较早？是啊，苏毅跟嫦娥是同样的，他们好像是情侣那样的。不是跟你讲那个原则啊？哦，其实应该是要选后羿射日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历史故事是这样。哦，后羿呢，因为有9个太阳，他把太阳射下剩下一个，因为他忽略了嫦娥，嫦娥才可以。哦。我们讲的是年份、啊、发生的年份，其实就是那个前后左右，差不了多少。请出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何者年纪较大？我不敢讲啊！他要讲不在的，当然讲不在的。各位，正确答案是陈维林小姐。好吧，他已经36了啊，然后洪百荣27，哇，没有吧？27好了，27，怎么样？好，27是10年前，没有，成为领导，没有，他32，对，我32，对，32，还很年轻，来来来，厉害了，好，假蔡万林。蔡依林，蔡万林，蔡依林，傻傻分不清楚。林志玲，马志玲，傻傻分不清楚。王金平，王宗平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刘德华，吴宗宪，傻傻分不清楚。金城武，吴宗宪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很清楚啊，很清楚。梁朝伟，吴宗宪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请出。
请出题。谢谢阿妙。吴宗宪，海绵宝宝，请问下列何者较高？哦，教不会，这是一样的，这是一样的。这个这太简单了 ，mountain always 是 mountain， 对、啊，对不对？珠穆朗玛，那根本没看过啊！我跟你讲，珠穆朗玛，珠穆朗玛名字是一样的，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嘛？哦、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跟吴宗宪跟刘德华是一样的。对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这是同圣母峰八八。八八四八，八千多，八八四八没错，八八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。如果真要说后面是点一三，对，没有点一三五九二。八八四八，哎，厉害哦，他厉害哦，对呀，八八四八点一三五九二六。那如果这样进，好，那你继续啊，玉林哥，再继续，再精细一点，因为登山队插上一只旗子，是高一点哦，旗子上面会积雪，嗯哼，旗子上面积雪。好，没有标准答案。第二题，反正不知道的啊，好厉害，加油，开始。请问下列何者体积较大？哦吼，哦吼，哦吼，哦，这个一定是老虎嘛？哦，说话不说。老虎吧，真的啦，老虎肯定比较大的。老虎，拜托。可是我们家儿子的玩具这两个是一样大的啊。那玩具 always 是玩具啊。真的可以啊。来，神谕你先。哪有一样？老虎王牌，对嘛？电他，电他。人称百科全书就是我本人。这是第一题，请。出题，请说出海中唯一没有天敌的动物。啊，你现在是问答题的。对。没有海中没有天敌。抓航。没有天敌的动物，鲨鱼啊。我答错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鲨鱼啊，杀人鲸。那鲨鱼的天敌是谁？杀人鲸，啪嚓一口大白鲨就挂了、哦。真的吗？傻乎乎的。傻乎乎的。杀人鲸。第二题，请出题，请说出非洲马拉草原上面三种没有天敌的动物。博学多闻的沈东玉林有办法在马拉马拉草原上称霸吗？神秘怪鱼是否真的存在呢？真的假的？小心啊！你会飞上天？导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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